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。作者：一路繁花，演播：一念成魔，戴小蕊，后期制作：记。第256集。手机那头，程俊放下手中文件，走到窗边。确定。从城水那边解除了警报，程俊就觉得不正常。是他们先动的脚，踢翻了我的烤肉。秦冉看了一眼外面，车子已经开走了，他的语气还挺理直气壮的。前面的程木跟施立明都是无语啊，也没错，确实是那群雇佣兵们先动的脚。程俊又问了秦冉几句，确定那群雇佣兵没有动刀子，他就放心了。挂断了电话，外面正好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程水。秦小姐那件事，程水刚从邹堂主跟骆队那边得到消息，要跟程俊报平安。程俊抬了抬手，示意他不用说那么多。东西呢？他看向程水，程水没有说话，直接将手里的文件夹交给程俊。这是我找瑞金找来的名单，角斗场来钱快，参与的人不少，高级生死擂台虽然少，可每天都有好几场。死去的人员名单被划掉了，瑞金的名单都在资料库里，我让人找了好久才从资料库找到的。 M 州边境有角斗场，那里的角斗场不受任何一方管理，在那儿打生死擂台的人很多，不乏有些走投无路的人在这里打一场生死擂台以报复。 M 州内部的角斗场都是受人管制，但实际上啊，也不比境外的好多少，生死擂台是签了协约的，谁也管制不了。这些角斗场都是马斯家族手下管理的，程水为了进入他们的地下资料库，也是跟马斯家族谈判了不少。程俊低头看着程水手上的一摞资料，眉眼垂着，没有立马伸手。程水觉得他这个反应有些不太对劲，他抬了抬头，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老大。程俊抬头伸手接过来那一摞资料，给我吧。接过资料，程俊也没有马上看，只是侧了侧身，把一摞资料放在了身后的桌子上。程火明天回来，程水想起了程火的事情了，昨天晚上攻击停机坪基地的事情，我已经让程火去查了。邹堂主在停机坪基地被网络攻击的时候就联系了程水，后来被无故解决，邹堂主他们神经粗大，想得简单，程水可不会这么简单的认为，直接把事情交给了程火去处理。黑客攻击，听程水这么说，程俊眯了眯眼，好半晌后似乎是笑了一下，没事，你让程火查吧。程火虽然是黑客联盟的人，但是他黑客技术啊，在里面比不上黑客联盟的会长。秦冉的技术，程俊初步估计跟会长不相上下。次日早上九点，邹堂主他们出去的车队终于缓缓开进了庄园范围内。庄园第二排的古堡大厅，杜堂主等人都在等着。程先生，邹堂主他们确定没事吗？杜堂主大马金刀地坐着，声音很沉。我听说是一整个佣兵团，30个人。骆队他们为了保护秦冉，分离出了一个7人小队。杜堂主十分担心骆队那些人的安全，为了保护秦冉，他上次画给骆堂主的都是他手下的精英，尤其是骆队。可再精英的人，除非到了他们老大那个级别，不然都是寡不敌众的。杜堂主现在有些后悔让骆队去跟着邹堂主那些人了。他正说着，外面有人进来。邹堂主他们车队回来了。程水跟杜堂主都立马站起来朝外面走。外面一行车队进来，比出发之前多了2辆车，是霍尔他们加多的人手。最先下车的是邹堂主跟骆队这些人，
除了表情有些不对，身体上看不出一点受伤的痕迹，应该是没有受伤，杜堂主瞬间就放心了。没事就好，老大说了，货什么的无所谓，只要人回来就好。杜堂主拍了拍邹堂主的肩膀。那何止一点货呀？身侧，外贸堂的原堂主脸色黑了黑，这是他们接下来一个月的业绩，他压低声音。早就说了，不要带那个女人。如果洛队他们没有跟邹堂主他们分开，一行也有二十几个人，未必没有跟那群雇佣兵一战之力。这些人嘴上不说，这个时候心里却是极度不舒服。秦冉若是老老实实待在庄园，做他该做的事儿，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。可他偏偏无理取闹，要跟着一行人出去玩，袁堂主等人心里能好受吗？听到这句话，洛队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。袁堂主，秦小姐就是去玩玩。袁堂主皱眉，我知道，但也不是这样玩的， M 州多的是地方。程水没理会他们，只抬头看向了中间的那辆黑车。秦小姐没事吧？这些人都以为洛队等人把货交给了那群雇佣兵才能全身而退的，不然七队三十多，尤其是这七个人中程木跟秦冉战斗力忽略不计，没有战胜的可能呀。程水正说着，秦冉跟程木他们也下来。秦冉依旧是一如既往的下车后拉上了羽绒服帽子，而施立明直接去后备箱把行李箱拿出来。程木沉默寡言地拿着那盆花。今天啊，这盆花看起来没那么蔫了，他又发短信跟老园丁跟林思然讲这件事儿。车子上下来的站成两排的采购堂跟洛队他们的手下，看到那行李箱嘴角不由抽了一下，尤其洛队几个人想起昨天程木他们烤肉的操作。秦小姐，你没事就好。程水昨天一晚上没有放下去的心终于缓了下来，他看向秦冉。老大还在书房那边。秦冉点点头，侧身往里边走。洛队忽然想起一件事。秦小姐，我们的货呢？他看着秦冉，十分恭敬地开口，发自内心的恭敬。这语气听得程水跟杜堂主都十分的意外。整个庄园里都叫秦冉秦小姐，但大多数都是例行公事，没有多少人会发自内心的这么恭敬。不过两个人没有来得及多想，因为他们听到了洛队的那一句货物。货你们没交给那群佣兵啊？杜堂主开了口，他看着洛队声音很大。袁堂主也一直以为货被交了出去，才出言不逊。乍一听陆队的话，他十分诧异地看向洛队等人。洛队点点头，那边秦冉也反应过来，他又折回去，从后座上拿出一个箱子，随手丢给洛队。这箱货物只在邹堂主跟秦冉那里经过手，其他人并不知道重量，但看秦冉这么轻飘飘的，谁都以为那箱子不重。洛队也下意识地这样想，然而一到洛队的手中，洛队似乎感觉自己拎了一箱石头。他原本看着秦冉的样子，觉得自己要接的应该是一箱羽毛，谁知道竟然是一箱石头。用接羽毛的力气去接一箱石头，他没控制好力道，一个踉跄差点摔个狗啃泥。洛队惊出了一身的冷汗，知道箱子重量的邹堂主还有旁边的众人皆是满头的黑线。秦冉把箱子丢给了洛队，才往后面走。跟在程水和杜堂主他们身后的一群属下不知道用什么眼神看他，就发自内心的给他让了一条路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